祝福相当捐献箱，扁你捐2000给扁，假修假令。各位，你有什么想跟阿扁讲的？这个箱子可以让你投递。阿扁回家第四天了，他的儿子陈志忠苦于有些支持者想要对阿扁致意，却没有管道，于是他设祝福箱及200张明信片，在高雄人文手洗楼下让大家畅所欲言一番。但是这个阿扁你在干嘛？这不是捐献箱啊！有扁民想要给点心意，捐2000，却被陈志忠发现后当场退还。好，谢谢哈。你在播啊？我此外，这里也成媒体休息站，每天除了有5辆以上 SNG 车驻守，陈志忠还得接招各式各样的媒体发问。你在野狼做客气啊？那谢谢啊。他说他想要去看江蕙的演唱会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